先调大红，再调曙红，有的呢还搁点胭脂笔尖。对，我记得上次是曙红加那个什么，没加什么，加点胭脂。加胭脂，胭脂，那地方好吗？对，这点胭脂啊。嗯。越快越好，大机关的啊。看着啊，先别画，你们先看，看我这拿笔的角度是不是这么拿？是这个角度拿啊。在纸上蹭，笔尖重，看啊，就这样试了吧，试了这几笔，看来，哎，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完了再加一笔，你这样太斜了，我又补他一笔，啊，然后脸是红的，脸是红的，画他那个耳坠儿，耳坠儿，你叫耳坠儿，我也使劲。他在看我耳朵呢。叫什么？那是一双耳坠儿，还在那儿表演。我也想耳坠儿，这女的。我叫耳坠儿，他叫什么？这个地方？哎，到死了。快点的，一下子来一个啊！再长点，长点要富。嗯，大耳垂吗？老师，你画的是站着的那个，不是那个趴着的。我就反正赶到这儿了，我就画这块。那也是站着的，没趴。不到那什么了，不行，我画个站着。你说这行不行？老师，画的是不是有点往后了？往上了，往上了还。对。就这个没椅子了，过去已经没有地方了。对对对。那怎么办是吧？那就站着直立的呗，画直的哈。对呀、啊，都毕业了。哎，那是张老师的吗？他都看出我没看出来，你看，你那个角度不一样。我还想画这个呢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尾巴你这地瓜子在画，整咋整？这么多评委，我也发懵了。你要给老师够大吧？不够大吗？我也发懵。够他身子了就行，看脑袋啊！那这么前脚好，我就不要那样的了，非得要撅屁股的，不撅的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扭脑袋的，挺胸，这咋？挺胸还搁鸡窝里呢？高哥的那样的，对，也没高哥，他也没高哥，他没张嘴呀、啊。蔡康让你张不张？蔡康让你张不张？你就是我不是画啥知识不要紧，不重要，关键要知道啥，就画的过程，画的过程，知道画的过程就行。老师两笔就给他转个个儿，转过去了。你看现在已经是，就是、你看我蘸点这个是剩余这些蓝的，画个蓝眼皮儿。你看那个蓝眼皮，老师家那个美女包围了，所以不会画了。才说一句关键语。哎呀，看看这块怎么整啊、哦！丑啊，他是大扭头来了，嗯，扭头了，嗯，不扭头，一会儿是有点长来了，一会儿长来了。你看这笔不扁平了吗？就拧个劲儿呗，给他这不切他了吗？就，嗯，回头了，嗯，这么来呗，行不行？尾巴朝这边来。对呀、啊，这样玩意儿看咋地都行啊，这。你学生不白教吗？不是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多长。对，那看来你看这还是有距离，我就没看出来。啊？我没看出来。你上我这方向改方向了？不是，就是还是没看出来。
我就以为他囤那个鸡窝这块可得出来了，这笔就不得出来点，这胸脯胸脯挤出来了，连赶鸡窝里坐着，鸡窝里坐着不用吧。来，曲姐，给你点活。我这样的是吧？对，你看我这有点贡献。你有用。我用还是有用。你看浅的和上面过不来的。哎，你看那个还能看懂。哎，就这毛毛糙糙的，就这毛毛糙的这样的，这个大腿，这个大腿出来了吧？就要这样的。这个翅膀留着点儿嘞。嗯，翅膀。这膀子是搭的。这腿够不够长？这腿啊，现在。花酒，这也算打稿，也算给他留。那是尾巴吗？对，就算尾巴吧。嗯，这回看明白了。那对我认识，看那一句。哎，孙老师，你今天画那个马画的尾巴画挺好看的。画尾巴？嗯，那尾巴画挺好看。看翘起来，看它这个这这尾巴这不好画。这你看这块儿，找不高点蓝色吗？找不高蓝色吗？没割吗？啊，这个没有吗？对，有点蓝的。对。割这是行，割蓝的也行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嗯。大公鸡有时候那羽毛可好看了，颜料色锃亮的哈，嗯，各种颜色都有。咱们以前画全是跟蓝的，画青的，嗯，全跟下来了啊，都跟下来了，太厉害了，看看，那我一画就跑跑了。咱们就画绿尾巴。够长吗？这个站起来看看，这个地方，有时候腿短不好看，脖子长腿短不好看。脖子长腿短，啊，大公鸡一般腿长。对呀、啊。嗯。他老师修好一笔，但是你画的是按一笔的，就不好啊，嗯。一笔最好。功夫不到，他多整几笔。那老师建议，这老师，老师真会顺着那杆儿。杆儿有杆儿吗？有杆儿接不爬。老师手拿杆儿。也不会整这东西。别挂个瘸腿公鸡。关节，这就玻璃盖儿。好，看不着了是不是？那个画儿，长不长粗？也正好，这块儿，看到了吗？长点儿，行不行？不客气，正好这块儿，这纸要不就不够了。这块儿没画好，一笔我这整。没画好，他那玻璃盖儿有病。我有病。I don't know.
真好看，挺好看。完了，这个地方它是，哎呀，这行，真好看。这是抬腿的，收不起来。这个景在这儿。这个画坏了，这块咋了？不如我这么画好看呢。你这两个脚不一样。嗯，这粗了。有细的，不大的。细。营养不良，那个那就太粗，这个细了。那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在近处照的，那个远就细，正常。这粗就完了。肉鸡，肉鸡。这爪不咋好画。爪不好画是。对呀，你要画走形上，就它这方向，啥都不一样。这个就像那个买的鸡爪子一样，像买的鸡爪子啊，买的鸡爪子没有没有肉，干不巴。你太跟你跟老师挤了，你跟着画，太靠边了啊。你画不起来，你是没尾巴吧？我留着。